炫的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台湾的好朋友呢来日本找我玩，结果呢他就突然丢一个连结说他想要吃日本的炸牛排。炸牛排我想说拜托，我一年就吃过了，而且根本就还好啊。结果呢我就陪他去吃，等了一个小时哎，好久哦！终于进来了，快来吃，快来吃，快来耶！耶、yeah, ，我要吃了，第一次先吃原味。就不会变太深。刚才说普通。